看头灯哪在？今天去露营，然后不因为没有过夜啦，就单纯去海边住东西、吃吃饭而已。嗯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心惊。是超近的吗？酷哎！我听到那个声音吗？对啊。会有影响。今天都是这样的。我们找个角落处理下去。我决定就在那边处理。那边感觉还干净一点，那边风也比较小。新的啦，做过吗？做做看。你这样坐舒服吗？现在硬的地方就是要生活。然后呢？那我现在干嘛？打火机。哎，我这样吹来耶。那我坐在这边，我不是很笨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厉害了我，看我处理这些。定了，这有没有火？他不问呐，不问我。是坏掉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上次不是拿一只长的。靠！干！是我们要钻木取火吗？快掉！你们怎么不丢掉？我想一下，想一下。然后，卖了。干！我去买打火机，鸡巴，不然没办法。等我一下，不然我要钻木取火，我怎么受得了？好，去那边见。跟那个大哥借的，他送给我，他说这好厉害，这对啊，我以为我在哪里，台北，互相合作，好，再回去我的原来的位置。他说，我确定跟他有，我去提，这样就有了。他没结婚就不用还他意思。哦，碎啦，火没了，我发现不容易耶，这下爽了。木材有防火是不是？我弄的是防火木材啊。跟你讲，我放大绝了。还是升不起来吗？可以的，给我一点时间。还是有些听分的。认真的啦，
等下我还能加柴。可石头等它烧热的时候，可能那天黑了嘞。好，现在赶快加柴火，让它发威。买个太大块了，我们只为了煎两块牛肉而已。你是买错了，你那里不会有烟。椅子真的很重要哈。对啊。我要砍柴呢。那我要干嘛？煮肉啦。那你有带夹子吗？不带筷子。第一次难免漏东漏西的嘛。牛肉食材。我们为了烤这两片牛肉，然后搞了这些东西，会太麻烦。哎，可以先烤吐司啊，可是还要很久才会熟。会熟吗？哎，有滚呢。而且你只带一双筷子。嗯，那你还有个叉子啊。哎，有哎，硬硬的。我还有带花生酱哎。椅子真的很重要。看他有椅子坐就很开心，刚才没椅子的时候他妈超不爽。我哪有不爽？有啊，你那个脸就是没爽呢。哎，我只露出眼睛，眼睛就很明显了。我哪有，只是肚子饿而已，我都没有发脾气。我肚子饿啊？讲我，说你想要生气的意思吗？没有啊，我有生气吗？好，还没。哎，这很酷哎，就超酷的哎。有那个盘子。我没有桌子也蛮可怜的。我就跟你说桌子很重要嘛。对啊，好像那好可怕，我觉得我会被烧到。酷哦。会不会太深啊？一半熟。就你放上面就好了。好意思呢哈。我先试吃呢，不用戴口罩啊，就我们两个人而已。本来觉得是一个很浪漫的、很漂亮的画面，嗯，好像也不是这样。需要我拍一下周遭的环境吗？那我不是那种拍很漂亮的那种料。你是流浪汉哦。流浪汉一样，然后那个木头屑都不要给自己给。对啊，你煮个水，然后里面都是灰。但是还是蛮特别的回忆，就是还蛮好玩的啦，还是下次会再来，会再来。认真吗？嗯。你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？但是要准备一下，因为桌子还没有买了，桌子还没有来，然后帐篷也还没有来。如果帐篷的话，就待在这里，然后就在这边。过夜，搭在这里，在这里过夜，可怕哦。我这边不可怕啊，这边离市区才20分钟而已，十几分钟就到市区了，很方便啊。你觉得惊艳的？你就是一大早被挖起来，然后来到了这个地方，然后我只一直觉得很饿而已。那现在你吃饱了吗？这个是超级屌的茶叶。嗯，一小包20000，没有啦。看我特制的这个泡茶的，滚了呢。
睡完了，我们收一收，回家。我们已经恢复原状了。今天就是我的撒野行，回家，拜拜。